这什么怀的那个？干嘛、啊？有打克 EAA 吗？再 A 一下，放什么亏的？变形力量，没带无效法球啊，没带。真的，每次看到别人不带巫术都得看一眼，有没有无效法球这个天赋。搞的，萨瓦这是被阿卡丽带的无效法球给搞了一把，老忘记看了。打命的话，其实最好两级再跟他换血，其实两级三级再跟他换血。三级以后他如果学医的话，他会比你少一个，他会比你少一个伤害技能。所以最好等到两三级以后再跟他换血。V game 我能看国标了，早就能看了呀，不是很早就改了吗？Q 吧 ，Q 下一下。这两个刀可以不吃啊，没关系。就这波了，这波一到一套秒三级，还差一个兵。他应该是没学一的，应该。他一打一应该是没学的。一刀，可惜了，准备躲掉了。你只能下个一吧。下面 A A Q， 哎，别点，伤害够多，伤害不够好像，我 A 一下伤害不够，我二段 Q 没中好像是，我二段小兵空掉，不然伤害就是秒，没关系，变形两级 Q 没必要。过来就直接二段一刀，不用一上去 AWA 什么的，二段一直接一刀就给了，一刀 AQA AWA， 你打这种英雄他直接二段一刀就给了。如果你是一上去 W 的话，他禁锢你然后再一走就一不到他，所以直接二段一刀就给了。回家吗？不回家死了，这兵这不回家呀，你死了，这怎么跑啊？打野来了，打野没闪，应该打不到我，走就好了。还追？哎！哎 ！What the fuck！ 哇！不是啊！还敢加吗？兵太多了，打不到他一，你死了。哎！哎！不想掉点了，他跑不了。哎，我把他一拉断了。他想一走的那一瞬间，我控了他一下，因为没眼。打野不在，电位不在，他下了，抓死了。一打呗，这大招直接大招进入到先 Q 在 A 一刀挂起来 ，A 开大盾往前走一步，他会闪现的。啊，我知道他会闪，往前走。卡住他这个闪现的位置，不然这个杀不掉了。伤害拉满，那伤害差一点点，骗了大招出来。位的话，他下路应该交了大招的，我们这可以吃塔。吃了往这边走，这嘎嘎上好像有机会。有机会。没事了，能晕到吗？没一走，别打了。哎，来来来，一到了，有没有技能队友？杀个上，别让他复活，别让他把团复活。阿 Q 歪了。阿翔，这杀不掉。怎么 Q 成反向 Q 了？干啥？还好不影响。等他看他做什么，等他放完一，等一完再追他，推着办。他睁眼 W A A 一刀 Q 带走。哇，差点费劲，差点被反杀了。
要是被他一技能打满伤害，我绕着他，把他一技能吃满了。放掉了，凯旋杀了，我要带上路。啊！被哇，被抢了！什么鸡毛啊！闪现把他秒了，都在一，还能追吗？有什么技能吗？这边，哇，这被抢了，好伤！我没想到呀，我以为对面应该，我以为对面应该让这个。让这个东西了，行吧，我都以为这边要让了，不是没抢我的 buff 呀，那、啊、这时候给看到了，兄弟们，对面打野不在啊，看他们直接偷了大佬，大佬大招也没有，没大佬，赶紧打人跑就可以，没发现，别别抢，还行还行还行，不能乱上，啊，中打拆了，没人在中路。哎，完了！我尽力了，你们能不能收割啊？全残血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阿克上了三名，血也不出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是吧？啊！哇！如果队友能先上，帮我开把团开起来就好了。哎嘿，先给我再开大招 ，E A 一了，可以打，倒命。哈哈哈哈哈！又是阿哥上，好，可以可以。好家伙！准备抢啊！防一波吧。均价才300，差400块。别等，别等，刷下几率。防一波也可以。标不出来这个眼，哎，哥们，别上火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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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等我打个中亚吧，怎么又送阿哥上？怎么又送啊，哥们？急了，怎么就？我操，中亚了，别被锁头了！哎哎，别别别别别！队友不在啊！全复活了，操！
阿克萨怎么也在？过了。你看这东西回血，回血能去哪血？又是阿克萨，又是你小子，好好好。别他妈老想往那边靠呀！哎呦，哎，我发现打野怎么老喜欢打大龙往这边靠呀？打到后期这手太短了。你敢不开吗？我说了等我，等我。为什么不等我呀？快走吧。猎物飘进。离了分离的世界是多美呀！完了，哎，应该直接开兵啊！啊！大圣死，怎么大招不交啊？闪现也没交。春哥是这么没了，龙魂一分多钟，龙魂更重要一点，大龙还好，大也没办法。这个戴博真的太肉了，刚刚逮到他们了。这个征服者打法打到后期不是很厉害，后期感觉刺客打法更强一点。下手都挺辣的，哈哈。